Dimimi no aya Dimimi no aya 哦，Dimimi 很简单了，就是妹妹嘛。我那个妹妹啊，哦，no aya no，我在讨论到她的时候，我想到她的时候，我说到她的时候，然后，Dimimi no aya。滴咪咪诺啊呀，滴咪咪诺啊呀，好，这第一句，哦，不发老，南台湾那边的用法，不发老是结婚哦，结婚，啊，北台是不吃个了。这两边的台湾主用语有点不一样，不发老，男排，北排结婚叫做不吃个了，哎，不发老大概修进，该修进就是外省人，啊，北排叫做老爹，老爹，中排湾好像叫做秋姑姑，秋姑姑，中国的意思了哈。Ayah ngasa ku dengeraya, ayah nga 就是，哎呀，真是怎么样吼、哦？就是哦，好可惜啦，就意思哎呀啊，傻，故就是我啦，故，dengeraya 所爱的，dengeraya 哦，第二句，ku walau takai syujin。哎呀，我傻姑的儿呀！哦，再来。迪嘎嘎诺呀嗯，迪嘎嘎就是我们台湾族的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的啦，嘎嘎比较年轻一点的叫做 Giri，嘎嘎是。大一点点的啊，比较小一点点的叫做 giri 哈、哦。滴嘎嘎诺呀嗯，滴嘎嘎诺呀嗯，马伊让拉伊达诺恩，哎呀阿萨古丁瑞安，马伊让就是说，一定要。ini maring tianuan mairang tianua tianuan 就是没有答应我 ini maring ini amara ini maring 哦 mairang la itanuan maring 就是答应嘛或者是说允许或者是说可以的是 maring 哦 maring哎呀啊，哎呀啊，就是哎呀啊，就是，唉，没事了。哎呀啊，就是，又怎么样呢？我哎呀，无可奈何了哈。哎呀啊，啥古德个来呀？马伊让来的努瓦恩，哎呀啊，啥古德个来呀？哦。然后再来呢？那如果那是虚词了，然后，哦，那哎呀啊，傻姑娘啊呀，哎呀啊嘛，你都知道了，哎呀啊就是，哎呀，那个意思，感叹了哈。姑姑等儿啊，等儿啊呀，就是所爱的了啊。把手里摆，把手里摆。就是国语的回避了，就是躲着的意思了。把手 revive， 把手 revive 损就是你对方的 noa 就是对我回避着我了哦。把手 revive， 把手 revive 损的 noa 你回避着我。你在躲着我了，
我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妈妈不太入戏了。哦，把手里外孙点暖恩哈，我说你为什么在回避着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脸书也要封锁我吗？哦，然后哎，哎呀，我傻过的我来呀，哎，我那个我心爱我爱的那个人哈，他回避着我了哈。把苏里外顺的努瓦恩啊，一个个努瓦呀恩，一个个努瓦呀恩，可以倒带一下，前面有解释过了。一座一庄啊，一座王啊，就是已经有了。新的 Ryan。sini tengah raya ni madu, oh, itu ngah sin sin raya, 就是他已经有爱的爱，他已经有爱人了啦。sini tengah raya ni madu, itu ngah la sin raya, ayah ngah saku tengah raya. 这个给那冷冷的歌，那个歌词不是那么的深，虽然不是那么的深。其实也是很多台湾主题是听不懂，所以还是要解释一下，让我们年轻人知道这些意思，才会懂得里面的内容到底在唱什么。这样子不要说那种瞎子摸象，然后那个母语已经那么严重了，然后想学母语歌也不知从哪里学起来了。像我是比较佛心来的啦。除了创作，哦，然后也一方面呢，也来我就我所知道、我所学习到的、我所了解到的一些台湾族的一些用语，以及比较浅的，我能力所能够做到的，也是尽量帮族人来翻译。我也不是很厉害啦。哦，我再全部再重新唱一遍，然后。一些翻译麻烦 repeat 一下，你们再倒带去看去听一下。我已经讲得很慢了，不是那么的，我讲话没有那么像那个机关枪一样那么快，我会慢慢的那个哈。那我不弹吉他，我用那个清唱的方式，我们台湾组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哦，从前面。一米米诺呀，一米米诺呀，我把老大盖修金，一哎呀啊，啥古德个来呀？一个个诺呀。一个个努瓦呀，马伊人勒伊的努瓦恩，哎呀啊萨古德格拉呀，那鲁瓦那呀乌呀，那鲁瓦那伊呀那呀。哎呀啊萨古特格拉呀，巴苏里外孙德努瓦恩，迪卡卡努瓦呀恩，迪卡卡努瓦呀恩。一如啊啊心的爱啊，哎呀啊傻姑的爱啊，哇，对不对 ？A 麦就是那么的，那么的 A 麦就是那么的部落，那么的卖菜啦。台湾族这种旋律不能放弃了，好不好？我尽我所能，就我所知道的，我先。先破，
然后其他不了解的我也是在学习。真的这个那么美丽的那个 A 麦的旋律，坦白讲我努力了那么久，我也不喜欢就这样消失在部落里面了。这个那是讲希望无去的时阵，我心真正会足疼的，就安尼啦。哦，我不得已，我高不中讲一个啊，迄啰闽南语啦。好了，开玩笑了哦。我们大家那个亚麦只是喜欢唱唱三 D 歌，但是我唱的三 D 歌我都是有考究过的了，我不是那个随便乱唱样，因为毕竟这是对一个族群的一个交代了，不是说那边莫名其妙这边唱也不知道在唱什么意思，然后那个主语那个内容也搞不懂，我不喜欢这样子。我希望那个我懂，然后我懂内容，然后我对我自己唱的那个内容是很放心的在唱，那样子才是唱的时候才不会很心虚说，诶，我唱的是对的吗？是错的哦，好不好？同胞那个喜欢这首歌的就自己倒带一下了，我尽我所能，其他的我比较懂的我才敢解释啦，我不懂的当然我先去学习一下，先去拜访长辈跟别的部落，然后正确的用语我才敢直播啦，不然我也不敢乱直播啊，那个会被人家笑死，会被族人说你乱直播，这搞不懂事哦，好不好？这个内容应该是有考究过的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喜欢的同胞，喜欢蔡美云，喜欢早期录音带时期的歌曲的，比较不懂，比较对母语比较生疏的同胞们，只能借由这些我们来那个维护我们的母语，好不好？同胞们。